大人，这安寝呢你也说了，茶你也喝了，我看那天色好像不早了。我刚才回来的时候，看见天好像快下雨了。啊，对，是快下雨了。下雨。 哎呦，那小王爷没带伞啊！我让小条去送一个。哎，小条，去给小王爷送一吧。他需要你关心吗？还是说你对他……大人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跟小王爷就是交心的好朋友，我当然不能看着人家淋雨。让开！小条，我也没下雨。没下雨。那大人。 现在时候也不早了，大人是不是也应该回去休息了？你说的对，天色是不早了，我也困了，那不如那就今晚在此借宿吧。哎，大人，我这只有一张床，无妨，我们可以一起。大人，我来了，你再给我点坐一坐。大人，我就知道。 你今晚想在此就寝，我就特意回府上，给你把床挪过来了。哎呀，原来大人是早有预谋啊！我突然想到还有很多公文等我回去批阅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大人，你不是休沐吗？你哪来的公文啊？